刷。现实生活好复杂，那要不去连插花？稍稍等一下，不是该先把问题解决了吗？拉倒吧，反正不去解决，天要塌也有比我高的人去顶着嘛。我就是想象你不要拆穿嘛，不抱怨不挣扎，困难的时候勇敢上，这个样才对嘛。好啦，反正什么话题你都说我，我也没办法，那么或许说错了就听着你才好吧。上不上线下要好伙伴，老子都不说吧，有时候庆幸你在身旁，随心而动就是说我呢。我们不是一个妈生的吗？快点脱衣服，热死了！你快点，快点！那其实就叫那矛盾的。